超胖。啊？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天？什么日子呀？我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今天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你都不知道？今天可厉害了，今天是科比日。看来在你心里啊，科比比我重要。不是。啥不是？我吃鸡呢，别说话，进圈了。嗯。彤彤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？我没干什么呀。对着屏幕傻笑。没有啊。嗯，那你去帮我拿上水吧。嗯，行。那水来了。涛涛。嗯。七夕节快到了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啊？你是不是看我手机了？你都想要帮别人挑礼物了，要不我帮你呗？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了。你听我狡辩，嗯、不是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他都想要 AJ 迪奥了是吧？可以啊，我帮他买。哎，你真的误会了，你听我说。这还差不多。嗯。但是，你要把你手机里的小姐姐全都删掉。啊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删不删？我删，我删。2000 years later， 500个人，现在就剩100个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冰冰，我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慢啊？我都热死了。这不是就给你买礼物了吗？你看。这是什么呀？零食大礼包。你看，都是你爱吃的。你别着急吃啊！嗯，你看我都给你买礼物了，你有给我准备礼物吗？哼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什么呀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曼巴手办！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呀？喜欢吗？我太喜欢了，这可是限量款。不是，我手办呢？这都什么呀？你等会儿啊！哎，你快给我吧，神神秘秘的。伸手。啊，不是，怎么这么烫啊？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七夕礼物啊，有感受到我炽热的爱了吗？不，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么恐怖啊？什么七夕啊、520啊，这些都是虚的，只有这个，它才是真的。502，只要一滴，哎呦，咱俩就分不开了。疼啊，真是。涛涛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跟我分开的话，你得掉一层皮。哎呀，我就从来没想过要跟你分开呀。最好是，我呢已经把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、大大后年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以后每年都跟我第一次。这粘上之后，那怎么去掉啊？你现在就想跟我分手了啊？不是，那一会儿那，咱们怎么吃东西啊？啊！我好无聊啊！我马上就结束了。你片段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个是我们游戏的道具啊。哦，那这个呢？那个是转盘啊，也是我们游戏的道具。你把爱用到所有游戏了。这个咱们俩怎么玩啊？车技真有我好呀！那当然，那我给你转了。
穿吧。现在辛苦冰冰，逛街怎么样？逛街呀、啊，如果逛街的话，我选择死亡。那你选择再转一次。可以。哎，可还行，海底捞，去海底捞给你过生日吧。你吃货实锤了。再转一次吧，选个玩的。可以啊。这次我希望停在卡丁车。卡丁车就是这儿了，哎你这个、怎么样？带你去。你这黑幕呀，你这妥妥的黑幕。Okay, 但是可以，决定了。嗯，但是我怕你会晕车，如果你太快了，你会看不到我的尾灯呢。我太快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周末咱们去吧。OK 啊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卡丁车。我怕什么呀？一会儿你输了可别哭啊！是你别哭啊！一会儿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大头兵上线，之前没觉得他的头这么大。开始我以为这是罩罩，其实是护具。挑一辆心仪的车车，我选择在他后边，这样能保护他。Let's go。冰冰起步还挺快，看来车技确实不错，但我还是没有选择超过他。哎呀，冰冰撞墙了，赶紧停下问问情况。小哥哥来得特别及时，冰冰又重回赛道了，我还是继续跟着他吧，比之前稳了很多，看来我该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Deja vu, I've just been in this place before. Higher on the street, and I know it's my time to go. Koi ni ru, and the search is a mystery. Standing on my feet, it's so hard when I try to be me. 怎么样，输了吧？我们是让着你吼。你输了就输了，还不服气？帅哥，我看你骨骼惊奇。小朋友。